农历猴年六月廿九，今天的资讯哦。Xbox One 迎来问世周年系统更新，居然比小编想象的来得还早一些啊！总体来说，新系统更加方便实用了。例如，游戏应用管理界面里面可以看见已安装和已购买的游戏数量了，也可以更直观的看见正在安装的游戏。还有说好的区域与语言分离，玩家可以将主机切到美区的同时使用繁简体中文菜单了。而游戏的语言也是跟着系统语言走的，而不是区域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很多游戏在不同区域下载内置的语言是不同的，所以最好还是回到港台服下载中文游戏。至于说好的 UWP 应用，可能需要等到电脑端也问世周年更新以后才会出来吧。网曝 PSVR 说明文档图中显示， PSVR 需要一个 3×1.9 差不多是6平米的空旷区域来游玩，所以玩家开玩笑说腾不出地方，为了玩 PSVR 还需要换房子了。其实吧，这个6平米只是个空间建议了，实在挪不出地方来，地方小点应该也能玩的。就像当年 HTC Vive 建议需要20平米的房间，但其实就算玩家只是在电脑桌前只开一个定位器坐着也能玩。小编这么认真的回答这个玩笑是不是有点脑残啊？其他的快点说，魔兽世界国服公布月卡制度，标准售价75元每月起，当前点卡即可继续游玩，也可转换成月卡，不过8月4日之后将停止点卡销售，玩家将只能购买月卡。 Xbox 进会员8月会免游戏今天即可领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蛇无双2终极版在港服拥有日英中文3个版本，3个版本都是免费的，但需要领取3次。